你会做饭对不，成哥？我会。宗哥，你也会做饭？会。那你们两个做，我给你们两个打下手，好吗？好的。差不多了，肉差不多了。要加孜然啊、哦。它孜然有这么快加吗？对，是前面加，有肉，小火煎至金黄，对，然后到这锅里，100毫升翻炒，然后再加2000毫升热水，这个也要加了，哥，这个你放里面了吗？可以放。放多少啊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差不多了。第二道菜，它那个牛肉打完了以后，加盐。啊，你要这样撒吗，哥？嗯，有吗？要这样。啊，对。这面粉啊，哥。嗯。鸡蛋液，1、2、3。嗯。你要多放一点面粉。多很多很多吗？很多很多。嗯 ，OK。哇哦，还可以哈，这芝士的味道很浓。嗯哼，有番茄，非常好吃。啊，谢谢。因为这个对于阿根廷人来说，真的是太过于这种妈妈的味道。我们的味道也很像，是吗？对。你结婚了吗？啊，阿根廷，如果你可以做这个，然后我可以找到男生。对，我们说 OK， 现在 you're ready to get married。哦，就做会了这个就可以结婚了。对。哦。就可以拴住一个男人的胃了。